在中国机械行业有这样的一群精英，他们接受过严谨的科技训练，他们经历并见证了中国包装机械行业艰辛发展的历程。他们兢兢业业，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筑了一个机械行业最闪亮的品牌宗川。在食品、医药、日用化工等需要和正在使用包装机的行业，有着大批视他们为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他们帮助了他们的伙伴克服了在生产发展中遇到的包装技术障碍，而且更为他们的伙伴提供从技术更新到规模扩张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出色担当了他们的生产和发展顾问。他们就是专注从事包装机械研发和制造的一群专家，来自松川企业的松川人。中国南方的陶瓷之都佛山，有一群专门从事包装机研发和制造的人，他们以打磨精美陶瓷的专注精神，立志在这片土地上再打造一个堪与陶瓷美誉相媲美的包装机王国——松川企业有限公司。松川公司组合了大批从中国名校机械专业毕业的高学历人才，并为其创造了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完善严谨的科技训练，改写了长期以来中国包装机械行业科研人才缺乏和科研环境落后的历史。今天的松川企业已出现中国包装机王国的雏形，已享有科技人才乐园的美誉。从此我们中国拥有了引以自豪的机械制造行业的专业队伍松川人。这支由近400人组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专业研发人员占10%，平均年龄30岁，组成了产品研发部，专门为各行各业的伙伴解决产品包装的技术难题。无论是德国或美国的国际包装展上，还是中国的包装技术高峰会，都印证了他们求知的激情和对包装机的执着。为了让各个行业的伙伴掌握最新的包装技术信息，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营销部及时将松川的技术成果传达给所有的行业合作伙伴们，为其设计出最适用的产品方案。产品的制造部门严格按照产品的方案和研发部门的设计要求，精雕细琢出客户满意的产品。我们不禁感叹，是什么让这群松川人孜孜以求地专注于他们的伙伴们？那是因为他们把包装机的研发和生产视为毕生的事业，他们为能够挑战世界上尖端的机械制造技术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对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打造一个辉煌的包装机王国充满了希望和自信。当我们看到这些缤纷精美的包装，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与机械联系起来，但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场面时，我们不得不叹服松川人的精细和专注了。饼干食品的生产行业对包装机的基本要求要结构紧凑、性能稳定、操作简单，封切位位置准确，封口要牢固美观。松川公司研制出的 PM 整式自动包装机系列，无论是 PM100、 PM320 还是 PM560 和 PM800 系列，都能满足所有的要求，而且还具有共同的特点：包装速度快、高感光电眼控制跟踪、无极变频调速、变化无间断。尤其是 PM800 系列更是解决了长期以来饼干无托盘包装的难题，简化了饼干包装的工序，节约了包装的成本。现在的华龙、达利、旺旺、来利饼业等食品生产的重点企业都有松川的产品在帮助着他们的生产。
村川公司还针对冷饮雪糕行业伙伴的各方面需求，经过多年来对雪糕机的专注和研发，推出了被用户誉为创业者的 PM88A 和杀手包装机 PM320KA 以及 PM350A 和被尊为冰王之选的 2PM250A 等系列，性能更稳定，结构更科学，并引进了先进的伺服系统，机械结构更简单，整机每分钟速度可达260包。著名的雀巢集团、美宜乐集团等雪糕生产企业都有松川的雪糕包装机与他们的设备配套使用。在桂林三金药业、西安利君砂、今日美国杨生丸集团等制造企业，有享有小超人美誉的 PM128 系列和 PM138 系列为代表的包装机正在帮助着他们的生产。日用化工行业有以 PM2000 和 PS160 PS220 系列为代表的松川包装机在帮助着他们的生产。如果说松川的包装机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是松川人专注精神和专业技艺的体现，那么松川人独创的 PS160 三角机系列更是带动了个性化产品包装的潮流。所有的合作伙伴们，他们不但感慨松川人对于包装机产品的专注，更加感动于松川人对于服务的专注。松川人的服务无愧与松川产品同归。无论您是否在使用松川的产品，无论您在哪里，您对于有关包装机产品任何一个细节方面的关注，都能被记录下来，并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送到松川公司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热诚的松川人将成为您事业上战略伙伴关系中的一员。无论您是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还是在生产规模的扩张阶段，他们都愿意并有能力为您负责，甘当您生产和发展的顾问。从辅导您所需要的产品配套的供应商开始，做好零配件的保障，让您的生产无后顾之忧，达到您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和创新。松川的管理系统记录了所有出厂的产品编号，对出厂产品实行终身使用情况的跟踪，客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的任何情况都可以就近通过松川公司设在全国的20个办事处得到及时的解决，并帮助客户对产品在原有基础上做更新换代，或根据当时市场上最新的包装款式对产品进行设计调整，从而使用户避免耗费巨资去应付市场上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包装款式。松川人的服务堪称专注、用心和独到。我们选择了松川，就是选择了放心，选择了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许我们每天都在寻求技术和服务上的突破。当我们突然回首这精彩纷呈的包装的海洋，我们惊奇地发现，松川人精湛的技艺和专注的服务原来无所不在。我们可能无法寻求永不磨损的机器，但我们却更加需要松川人精湛的技艺和专注的服务。他们掌握着市场风云变幻的万千讯息，他们选择了我们前进的目标作为发展的方向。他们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和挚友。